曲的《海阔天空》。主持人好。你好，羊肉炉王子。对，今天羊肉炉没有带过来，我们直接在台上开桌。这个是非常适合。非常适合，然后一边吃一边聊一边唱。家里在忙，家里在忙，对不对？这种天气转换最怕就是，对，每次餐宴就是看老天爷吃饭嘛。真的。对，人气转下就要要开始商量这样。不过这种行业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一年只要做大概半年的时间呢，半年就可以休半年，是七个月不等，对吗？对对。又认识一些什么姜母鸭的老板，他们都说一年才做半年的时间，可是最累的时间就在那个时候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李毅生超偶六的冠军歌手啊。跟我们台中算是有非常深厚的关系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去了解了一下，我觉得毅生很厉害的是，他之前还曾经代表台中市参加消毒走全国，得到第一名，是吧？那是很久以前了。对呀，好厉害哦！所以从小就已经是台中之光了。那一年是我有学跟第一次跟消，然后那一年我两个都拿第一名，哇！然后两个都代表台中市去比全国赛，好犀利啊！然后第一次没有消的成绩那么好，所以消比较厉害。对，叫不能这样说啦，你想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对，我们今天毅生呢特别来参与我们林思中台湾元宵灯会。有看到我手上非常可爱的小兵马的提灯呢，毅生手上呢也准备了五份要送给大家。对，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啊组这个小提灯，而且你有看到我们台湾市的小兵马，其实它做的非常的可爱，色彩也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刚阿福猜灯谜是有点那个，对，猜不太出来了。那今天我想，你这么会这个音乐表演方面的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想猜灯谜应该也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就来跟现场的这个民众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。有人要猜灯谜吗？我们要邀请五位朋友，好不好？刚刚很多都男生，我们要来一些女性朋友啊，好不好？站在羊肉炉王子的旁边，感觉特别温暖的。女性朋友，谁上来？来，有挥手的，有看到的哈，因为我们舞台灯光比较亮。对，来，两位，五位额满为止，好不好？自己往前跑，抱小孩要小心呢哈。穿黄色外套是吗？再挥手的，请上台。哇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来，妹妹，好，美女，请上台。后面的朋友，再一位啊，跳。跳得很高，好嘞，我们一起到台上来。哎呀，小朋友特别嗨呀，哈！麻烦我们的这个现场工作人员帮我把这个现场的歌迷朋友、我们现场的民众朋友带上台。是的，这个舞台非常大，很大哦，站在这里的感觉不错，唱起来真的太酷了。我是叫你上来猜灯谜，给你机会跟他，待会记得缴钱哈，记得缴一下钱。好，来，我们五位，喂，来啦，来，小美女，来，这边也可以站嘛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先问你好了，看到毅生在旁边，我们特别开心。有什么话想跟他说？你好帅。哎呀。我以为你会跟我一样，你怎么没有带羊肉炉？因为今天我特别想吃啊！哈，好来，平常功课好不好？还好，那有没有信心？有啦，好不好？功课好不好跟会不会猜？说的也是，像我功课好像有一点关联。对啊，我功课不太好，其实我也不太会猜灯谜啊。说真的，好来，加油 ，OK， 好不好？来，准备还有戴小薇哦，嗨，今天好可爱。你认识的老朋友了，好可爱！哦，看到熊猫猫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准备啦，我们先举手抢答，好不好？第一个问题是，来，医生，你来出。第八题，好。这很简单。请问，哪一个国家不用电？不用电的国家，猜一个国家。请举手。非常简单，不用电啊，不用电的国家。我觉得。明显哦，来，恭喜你是什么？缅甸。恭喜你答对了，来，医生亲自把这个送给他，谢谢。很简单吧？这么简单的，赶快举手。第二题跟我们李医生非常有关系。
哦，是 OK。好，三个字，啊哈，是一种食物。是。好，它的题目叫外国人洗澡。猜一个食物，我刚刚有暗示，跟李立生非常有关系。你说什么？羊肉。差一点点。洗澡哦。有洗澡。两个字。差一点点，你看，一直一直暗示你，暗示你，暗示你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？涮羊。耶、yeah.。涮羊肉，恭喜你答对了。来，辛苦你了哈，要一直跑，运动一下。来，医生。好可爱哦，带小朋友一起来。好，恭喜你。接下来换我来问啦，请问后宫之首，猜一个明星。后宫之首。跟甄嬛传没有关系。不是，后宫之首，猜一个明星，有一个歌手。几个字？有两个字。两个字。来，答案是黄飞。黄飞吗？黄飞。不是黄飞。来，你答案是什么？黄飞。王菲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好厉害哦，谢谢。好，后宫之首，谢谢。小朋友很开心，对不对？还有几道题目？对，我们还有最后一题。还有最后一题。小朋友也想答，是不是？医生在帮小朋友。妹妹都没答。对呀，换他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换妹妹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这个题目呢，叫做老婆婆烫头发。老婆婆烫头发，猜一个食物，也是食物，因为医生跟食物很有关系，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都是食物。还有，他也要哎，来，老婆婆烫头发，他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啊，答案是银丝卷。恭喜你答对啦，谢谢。谢谢。因为老婆婆都是银色的发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银丝卷。来，这位。好了，最后一位了，謝謝。好，来叫什么名字啊？金香菇。有没有信心？有哈，没关系，有医生哥哥在旁边陪伴你。这个跟数字有关，就是一减一等于一，猜一个数字。一减一等于一，猜一个数字是多少？我已经画了，一减一等于一，答案是三。恭喜你！真的十一吗？十一，谢谢，哇，真的是太精彩了。好，医生，这个刚刚我们每一位这个朋友反应都还蛮快的，我想在羊肉炉王子的加持之下，他的头脑都变热了，对不对？希望带给他一点安全感，是，慢慢想一下。是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大概还有十分钟，待会呢就会有我们的主灯秀。哦，那所以医生先带来一首歌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迎接主灯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是，在比赛中点阅率算最高的歌曲，对，那首歌拿来 MVP 这样子，是马自达的，谢谢一朵花，对，掌声。